好，我们来打工会战哦。哎呦，这工会打得赢吗？不确定哦。不过我们就打看看吧。我们打这些满血的哦。后面的比较好打，留给其他人把前面这三队比较看起来比较麻烦的解决掉哦。这样子，应该可以吧？然后光萝莉的技能看一下哦。消状态，然后加防。好，好，然后来二级先。哦哦，透透，然后哎呀，我想一下，这样子吧，然后。这样好了。先跳水熊猫，然后他一定会换血，因为我确定他一定会换血，所以我才把他的那个三技转回来。然后现在这样子。哦，把水熊猫的冷却掉。哇塞！哎呦，暴走了有点多次了哦，这样就过分了哦。不要过分哦。然后。这样吧，直接再砍一次。火树琴的三技应该已经好了，我觉得会被他转掉，没关系，就给他转。Hello，冷静。可以再晕再晕再晕，好。然后冷却它好了，CD 剩下一回合，可以。我想一下。光奥的二技 CD 一，光奥的那个，光奥的三技 CD 好了，所以，我把它二技转好，然后打一波，OK，好，啊，跳掉火树琴了。刚刚转那个二技，只是为了要让那个就是场面上多一点角色晕眩，因为虽然是几率，但是有晕到总比没晕到好嘛，就是可以让我更稳一点这样子。那结论也是确实就是对，有多晕到一个水熊猫，好像是吧。啊？好，收掉了，收掉了，结束了，拜拜。第二队，第二队比较不好处理哦。谁要会放二技吗？哎，放了二技，可恶。哎呀，不要啊，哦！怎么刚好是这一只？哇，还没有。完了完了！现在是最糟糕的开的局面。等一下，哦，还好。等一下哦，我们先，可不可以晕到啊？啊，有晕到，可以。
可以调。OK。好。然后这样子，好，给他补钱没关系。好，我应该回稳了哦。好，稳了，哇，吓死我！刚才风马在最就是最不妙的状况下被晕到，被挑衅到，人形态。刚才的那个什么光派跟风神兽随便敲一下，它一定去世。哦，还好。接下来单打就不会输了。第一队结束，再下一队。下一队。这一队嘛，我觉得上面还是用这样子喷掉，直接喷死对面。下面的话，哦，下面不太好处理呢。两只会补血，这个三只会消状态，对不对？不会消哦，不会消就直接打了。我怎么记得会消？还是按神兽的？这个运气好的话，喷一下右边两只就死了。右边两只中间死掉，然后右边跳下来，对，好，这算是最好的状况哦。好了，结束，下一队，然后这样子吧，给你砍吧。少暴击一下，小亏。他的三技是什么？哦，是未命中，是不是？好。撑住！好，跟你拼了！好，还好，可以。然后有隧道就转，没隧道就算了。撑住！哦不，没关系啊，应该是赢了，因为应该可以打死吧？可以啊，可以是的。好，那赢了啦，只是光卡乌格还是死了。下一队，这队，这队好像不难处理嘛，就，然后上面，想一下，它上面不能太乱来，这样子吗？不，我们上面那队，我们用这个去弹出伤害，然后火猴跟那个火哈格。这样就好了。下面这队直接照喷哦。来，给你炸！没事。好，然后我们先收中间这只吧。
没事，不痛。其实自动就好了，自动就赢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喝个饮料。哎，结束了吗？好，结束了。好，第二队。好，没问题，跑得比他快。哎，退个条。希望可以冷却掉。哦，可以，有冷却到。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吼吼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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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。Hello， 好了，应该是不会输啦，因为我因为应该是不会输，因为风极地没有任何晕眩技能，所以他不会再触发他的被动了。只是刚才那个暴走好精锐哦，啊，三胜哦。没问题，那接下来就交给工会的其他朋友了。啊，今天就就先打掉这种的哈，那就先打到这边了、哦。我们随便小抽一，这个，我们随便小抽一，小抽一个，啊，你抽个三抽吧，抽点肥料，好，没东西，好了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，大家拜拜。